自动隐身再打一次。哦，他会重置哦，真假的？好，没事没事，我们再打到一次，打到那边应该就可以了。好，下一次我不会这么冲动，重新来了。傻眼，我觉得撑不住，他攻击应该是三十几万在跳的。因为他写说，他引爆按住越多，他的攻击会越浮夸。打过去，打过去，打过去。我们昨天今天有机会吗？五点半之前应该有啊，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应该还是行，应该至少还可以再试个三四队以上。哎呦，225哎，耶啊！有一个挡路的粘稠腐蚀。哦，刚才那一幕就是一个很嚣张走路的人，然后不小心踢到石头绊倒了。嚣张的走路法，我们要稳一点，不能那么冲啊，各位。尽量把版面消水干净一点。好，有新珠可以，这一波应该挡得下来，太好了。其实我觉得自动女神在打风险挺大的，就是她一直要去赌那个版面上面的珠子种类，没赌到就是 GG。有点不正常了，不是有正常过吗？平常开台。差不多这种感觉，只是越晚会越呛，越呛。好，只有三颗光珠，可以打他一波了吧？好，弄他一波。这里我们就不消光。好，红哥累了。这边我们直接开这个。光珠直接炸掉就对了，还有真伤，很棒。再开一个二消，舒服，直接给他打过去。新珠二消，火珠这样子灌过去，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过这样。哎呦，好，可以过，应该可以过吧？实战 combo。六，好，接着排一下版面。光珠，这个版面可以，这好像可以直接开这个，然后开这个，漂亮，可以直接解无鼠强化，直接收战就行了。这个伤害是够的。水珠太多了吧，太多水了啦。这时候就很适合唱一首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让我切不开它。好，这个是异伤的部分。第四关这边七combo以上，这就直接收战了。哎呦，这样，使出红之呼吸，第十四稳了。不要作死啊！这我打三次了，这一关，因为我打三次。这一队我打三次了，不要再挂掉了，拜托你。可以，还行。哎呦，这个无鼠版面，一直减伤，一直爽哎！天哪，这队也太爽了。即使是我们在回复力归零的情况下，依然是可以一直爽的。好，第二条血条，这里炸个板，然后变身，或者是直接变身，然后开这个二消，这样应该就可以过了。这个伤应该是够，试试看。我们刚刚好像这样就过了，对不对？不用开龙科什么的，都不用，直接得手转。好，应该是没问题。
是 combo 固定的一个版面。哦，对，伤害都是够的，走这个开就行了。那这边我还是想要给他直接死，哎，我给他死好了，直接开始用掉了。我刚才就是心软，没有打死他，结果就被他反杀。所以这边我们就是一定要准确的干掉他。我们就直接的哇，好这样，可以从下面直接的打掉他就对了啦，不要跟对他留恋了。一进场是最好的敲敲时间，过了。王根这边其实你都可以洗技能，所以没问题。这边我们就水舞关起来，然后每回合消五种的珠子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五种珠子的话，你可以开智障女神的二消去协调一下版面都是可以的。有五种以上的珠子就直接的消除就没问题。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好，这里的话有这个五鼠啊，五种珠子，这边消一下。太老了，是不是这首歌？会吗？爱如潮水会很老吗？不会吧？还是呢？上个月刚出的呢。这波稳了，没有啊？被讲稳啦！到时候又翻船，稳什么东西？不要刷稳，各位，你们是想要看我翻船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很想看我翻船啊？不要这样啊，大哥，给个机会啊。那就只能唱过火了。过火怎么唱啊？这边没有火珠而已。对，这边，这个冰河洗到 EP10 就可以了，就可以。稳稳的去哪里啊？这里可以哦。这里就这样。木珠没消到，差点就去了，真的。暗珠留下一珠，好，可以，差不多了。这回合带走他，那我们就爆发全开哦。有一个方法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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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我们直接开了这个，然后先炸板哦，记得再开这个，然后再开这个，把珠子用掉，然后二消，这样就可以了，就等于是爆发全开了，龙吼一啦，龙吼力啦的那种感觉，各位懂吗？好，那我们这边就来喽，我来喽。二消，记得这边是二消的一个特性。如果你有开智障女神的话，这边就是二消了。这样好，拼土盾是不能拼出去的哦，所以你二消非常注意这件事。龙吼力啦，试试看这样有没有办法过。那我觉得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这样再过不去，那智障女神就很惨了耶，那个伤害。好，43000的龙科分数。你要出门上班和罪恶天使，这800多人是挂机吗？让他们看看，让罪恶天使看看我们聊天室800多人挂机的实力。来，聊天室直接留加一，如果你还在线上的话，来看看还有谁还在。23 combo 我们要洗一下，我们把那个 EP 洗掉起来就可以了。我是挂机，哈哈，有你们都在挂机，对不对？你看，这全部都是我的分身啊，全部都在加一，你看多听话，对吧？都是分身，绝对没有一个，绝对没有一个人是活着的吧？对，挂机做作业 QQ，
好，那这里的话，我们就三大爆发全部给它关过去喽，首批二消。好，这我们来看一下版面哦，版面可以现在有多少颗是已经会被消除的？我们可以来数一下哦。好，那也可以跟我一起数哦。现在是二消，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颗对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嘛，对不对？十八哦，都是我的，不是十八嘛哈、哦。十八的话差五颗，一。我在想要怎么消会好一点。十八。对不对？十八对不对？十八颗对不对？对吧？我现在我也是想按珠，是不是？是不是十八颗？右往上，然后这边有两颗，然后再往上把火珠拉下来，这样就是多三颗，然后再往上去新珠两颗下来，完美十五颗，是哦，加五颗，对不对？没有错吧？我想是这样吧。零食，完美完美，所以大家真的要数数，要蛮厉害才能过，不然其实你可以手转过了，也是可以，但就比较难。二消也是比较多 combo， 零食六六六六六六六。